继续是来自番路乡的消息，位在番路乡的三宝门保安府，后生主神功德尊王成为显赫。民国71年开始修建庙宇，庙宇的硬体结构陆陆续续艰困来完成。来自台中的现任主委王宏莹，当年协助建庙，受到尊王的指示，委托完成内殿。庙宇总共3楼，内殿全部用希诺器。主委王宏莹也表示，期待用虔诚尽全力来完成庙宇的起建，也和功德尊王的神威供佑。位于番路乡的三宝门保安府，奉祀主神功德尊王，神威显赫。71年开始修建庙宇，庙宇硬体结构陆陆续续艰困来完成。来自台中的现任主委。王宏莹当年协助建庙，受到尊王指示，委托完成内殿。庙宇总共有3楼。只是讲哦，麻烦我会看会当个完成这间庙，因为这间庙兴建的过程，有小可较坎坷，中途有停顿伫12-13年的当中。伫我内顶的一无所有，尤其这个所在砖头5号、6号，尤其真正要去完成这间庙。这顶个是在完成无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伫这个兴建的过程有较艰难。后来因为尊龙受尊龙指托，开始在啊兴建的当中，虽然困难，但是困难关关难过嘛是关关过。伫一直在啊兴建当中，一帆风顺啊，甲即当今。内殿、新龛、甲板全部拢是用希诺器。甘是一楼就超过32000台的快幕，功德尊王主殿结网遵循传统，唔那是一格一新尊，而且独特雕刻注记着尊王年幼的时阵帮地主放牧养羊的事迹。看会当大家完成内殿啊，卡哦，非常水吼，非常壮观吼。即马遮嘛是拢是拢去的，即马拄啊啊咧彩绘啊啦吼，即个。将近这个内殿，要完成啊啦吼。咱所有整个内底保安府一块查一支机骨啊，包括内底机骨啊，完全清一些100%拢在耳朵机。单单楼卡就用将近要32000台的耳朵机啊呢。这查用的量哦，当拢是要结者骨起上，是来非常吼，要找这个料阁无好找。完全尤其脚趾坎哦，迄、那个硬体、迄、那个钢骨、迄、那个骨啊的时阵，完全就是拢大了。所以这新坎、三坎，因为咱的庙身跨度长度长啊，跨度跨，啊，所以无安尼结安尼，感觉吼袂庄严安尼。中殿的结幕，因为当当时功德尊王的由来，伊是看羊仔囡仔去共做苦劳，看羊仔大汉，啊，想讲咱主体主神。以功德尊王为主体，我特别甲雕刻一挂，变啊！这苦来，咱看羊啊、饲羊啊、捡羊啊、捡啊，所有拢羊啊的结果安尼。三宝门保安府一直以来拢是以功德尊王做主神，诸位王宏莹期待会用用虔诚尽全力来完成庙宇的起建，让功德尊王神威光耀。谢谢新闻蔡明东、范乐雄采访报道。